经将青庸书安顿在壁火记录。嗯，青庸书是除了灭经诸天之外，除名诸鬼壁火记外人，算起来也是有福之人。壁火记清修住在奇花异处，福土清风，处处总有玄机记住。并一处众天暗见无法含袍，领会了明心无强的真理，以幻天足印粮草引擎，悟出了千江万流之无共分。你想这处青庸主有什么修行呢？只要看他修为的程度，众天幻天该是智慧超凡之人，心境即如积水瀑布，洞窟是万马奔腾。像这种旷世奇才，万物在其眼中皆有一番境界，不但透彻，而且精辟。如此之人，在壁画技方有心地，如果卖凡庸之辈，只能坐拥天地美景，心旷神怡之意。如今青庸主看他仪表堂堂，当头不凡，两臂也是人中之龙，相信这只国会一定有所领悟。此人虽然出众，但下步不轻，看他对西丘之酒的用途三行几口，模棱两可，分明有所隐瞒。就算伊在壁画技能悟出心机，也因为心地不够贪心，而偏离疏忽方向，失去客观明确的判断力，因此不能算是金九之力呀。你讲的十分正确，但也要看他如何去运用。第五，要多灵之术，你处理的如何呢？我已经将金龙交他了。你想也当完成此事吗？若再加上金吉星，应该无问题。只是两人术数繁杂，我惊忘了金龙之术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定感觉真乐观。哦，何事呢？当初有丢心地交予苏焕金的金龙，就已经有交代此事。为何苏焕金一定肯行动？我是为此事不忍心见到叶小天绝手的悲剧。杜公剑齿仗义江湖，一路之仇是不争的事实。一代干城，就要他亲手杀掉自己的后代，这对他来言太过残忍了。相信苏焕金也真难处下，何况当初小敌人被杀，叶小天在红国所留下英雄泪，除了咱之外，无人知情。因此，苏焕金也无想到要这种的方法。这是天数，也是我以幻天的宿命。哦，杜佑，当初你因为一粒的金丹，你要替幻天立下三脚，我的感觉不安。当初你用计谋转命转化不可生气，已经自损万亿功力，这次又化解了这么丁。不朽无尽这条的难度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定。我求咱两人，总要因为这件事而再多比更力多变的武林。如果天命如此安排，咱又能如何？所谓不江湖不正气，人世繁华，咱并无灭心。Oh.